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熊黛林期待找圈外人男友。俗话说得好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爱情也一样。那些个分手或者离婚的明星们，在伤感旧情的时候，可也不要忘了对新生活、新爱情招手。你看，被冠上前天王嫂名号的熊黛林，就迫不及待想要甩掉这个有点衰的封号，于是拍广告和男搭档陈浩大玩暧昧，让新绯闻满天飞。如果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，然后在工作的时候表现就是比较默契一点，他们就会往那方面想，而且可能我现在单身，他们也很希望我可以赶快找到男朋友吧。所以其实只是大家比较好的祝愿而已，不是真的。会有发展吗？通常我们工作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啦，就会觉得就是当下的工作好好的完成它就好了。刚刚过完33岁生日，熊黛林想摆脱单身剩女身份的心情也是非常的迫切，不过似乎还没有好消息。其实都有在留意啦，不过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越急是越找不到真正的那一个，所以还是在想慢慢来吧，已经过了那个已经过那个时期了，所以现在可以慢慢静下心来，慢慢好好看一看，找一找。大概是受够了做成少时聚少离多的恋爱时光，熊黛林表示希望找一个有稳定工作时间的男友，看来这就要找圈外人的节奏啊。